们来看一下 K6 跟 K5 有什么不一样。除了外形上面有些微的差异，有没有外形？这里这个是笑脸，然后那边是像这样子有一个人字形的，那这边有做凹痕，这边没有。那其实外形不是很大的重点，主要还是它的功能，它的蓄电量 K6 它的蓄电量是会比较久的，而且它的喷雾面积更广又更远。来，我们把它直接，我们都同步帮它按到最远，最强的，直接按到最强的。这只是 K5， 这只是 K6。好，看一下，这是 K6 的射程，这是 K5 的射程，你有没有很明显感受到 K6 的射程是比较远的，而且 K6 的射程是比较广的，而且蓄电量也比较长。好，来，我们看看一下正面。这只是 K6， 这只是 K5， 看一下它的喷头比较广的，那射程那往上拉有点风，但你们会很明显看到 K6 的射程是比较远的，而且是比较广的。 OK，